在学习夹层电子对呼斥理论的时候，大家和杂化轨道理论相对照，都是讨论构型的。当然，一个是已知构型去解释为什么有这种构型，这个理论是面对着一个化合物，怎么样来判断出它的几何构型。既然都谈几何构型，看看这里边的关系是什么，随时随地注意这点。这是1940年希兹威克提出来的夹层电子对呼斥理论，经过后人不断的修正，大体上现在有这么多的内容。夹层电子对呼斥理论可以用来判断分子即离子的几何构型，不是说所有的分子和离子都能判断，它要有一个应用范围。判断什么样的呢？ ABN 型分子即离子。什么叫 ABN 型？然后可以归为 ABN 型的分子即离子，有一些这是最基本的 ABN 型，还可以归到这里来，把它们的几何构型判断出来。下边的定义一下 ABN 型什么意思。 A 称为中心， B 称为配体，那当然 N 就是配体的个数了，一个中心 N 个配体。配体和中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它就叫中心？因为这些个配体都要和 A 有接连关系，那没接连关系，那个就不是中心了，它也不是它的配体了。再一点， A 和 B 在我们的讨论中，在夹层电子对呼斥理论的讨论中，一般谈的都是主族元素的原子。别把银拿来啊，把这个钛拿来，恐怕有一些不太一样了，讨论的都是主族元素的原子。它的几何构型由什么来确定？ ABN 型分子离子我先不说了，总是或离子不说它了，取决于中心 A 夹层上电子对互相的排斥作用。它有两个电子对，这俩电子对肯定不会挤到一起去，它要排斥，两对可能就排斥的东边一个西边一个，就像刚才说的那个 SP 杂化似的，就直线型了。要是三对呢，那就正三角形那么分布，可能这个斥力是平衡的，就这个意思，取决于这个排斥作用。分子构型总是采取电子对排斥的平衡的形式，那不平衡它站不住。下边就来看，我说排斥了，排斥完了什么时候平衡了？哎，平衡的时候夹层电子对那种分布，我们称它为中心夹层电子对几何构型。那到底有几对，这个事儿很重要。有几对那还取决于有几个，有十个就是五对，有八个电子就是四对。因此最基本的我们要谈一下中心的夹层电子总数怎么算，对数怎么算，非常简单，小学二年级的水平。因此大家学这个呀都有点大材小用了啊，我说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啊。你还有对数，你还说小学二年级的，这对数不用取 log， 除以二就是对啊。夹层电子的总数等于什么？等于中心的夹电子和它主族元素，那除了 S 就是 P 或者就是 S， 加上，因为你这个分子已经构成了 ABN 型，不是单原子的，要双原子分子，这个构型好像也比较好判断。双原子分子构型都是什么形状啊？可能都直线型吧，那还能
那拐个弯儿，拐个弯儿也不管呢，咱们就看 AB 什么样就完了。所以多原子的，就得把形成这个多原子分子的时候 ，B 和中心成键的时候，成一个键，它得提供一个电子，中心拿个电子，它拿个电子，这叫一对电子。不管怎么说，把这些中心的价电子和配体在成键过程中提供的电子加在一起。举个例子吧，四氯化碳，碳是第四主族的元素，两个 S 两个 P 加电子，四加上各成一个单键，成一个单键的时候配体提供一个电子，一乘以四等于八，总数就是八。配体在成单键的时候当然是提供一个电子，要成双键，跟中心成双键，它就提供两个电子，这都很简单。第二点，本来就已经讲完了，现在就谈有点特殊的，氧族元素的原子做中心的时候，第六组族的两个 S 四个 P 价电子数为六，比如在水中氧是中心，在硫化氢中硫是中心，肯定是六，没说的。特殊在如果氧族元素像硫像氧做配体的时候提供的电子数按零算。现在大家就带着这个问题，干嘛这个氧族元素那么特殊，干什么玩意儿？比如在二氧化碳中碳是中心，第六族元素氧的原子做配体，认为它提供的是零，这有一个特殊了，氧族元素。第三点，处理离子的时候要加减和离子的价态和离子的电荷相当的电子，举个例子就明白了。磷酸根磷第五主族两个 S 三个 P 五，氧作为配体零，零乘以四乘几都没关系，然后这个离子带三个电荷，那你就加上三个这个等于八，算数这就算最复杂的了。再比如说氨根氮五个电子，氢一个氢乘一个单键提供一个电子，一乘以四本来是九，但是失去一个电子才得到这个氨根正离子啊，减一等于八。我们讲的是总数和对数怎么求，对数总数除以二就是对数啊。我说不用取 log 就这个意思。那你还得说说如果等于九你除以二咱们是怎么办呢？全都进位，行了，九那就等于五，这也不难，连余数除法都没有，就进位进上去就完了。例如九对数是五，好了，现在就是说给你个 ABN 型分子，什么磷酸根啊氨根啊什么硫酸啊硫酸根啊等等，你都可以把对数算出来了。下边就研究电子对的对数和这些对电子在空间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构型之间的关系，就是和电子对的空间构型的关系。现在还没提分子或离子的构型。电子对互相排斥，在空间平衡，那是电子对的构型。如果有两对电子，你想这两对电子像我刚才说的，它一定要是在 A 的中心的两边两侧呈直线型分布，直线型。直线型的话，如果这边成键这边成键，键角就是个180度。想想它和杂化理论中的哪种杂化有点像呢？ SP 吧， SP 直线的。三对电子那就得指向正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指向正三角形的三个顶点。
见角只有一种120度，这和 SP2 很像了。四对，哎 ，SP3， 这四对孤对电子就应该在 A 为中心的正四面体的四个顶点上。见角多少？109度28分。好，说得非常对啊。下边该说什么了？五对，对不对？两对说完了，三对、四对、五对，五对电子，它就应该分布在以中心 A 为中心的三角双锥构型的五个顶点上。三角双锥可以这样表示啊。总之，你这样一画，这三个边和这条垂直的线是一面直线。我经常把它叫做赤道上有这么三个位置，然后北极一个位置，南极一个位置，三角双锥，角度分布有互成90度的，有120度的，赤道面上的这三个之间都是120度，有180度的，南极北极的180度。三角双锥，两个共底面的正三棱锥，SP3D 咋画？对不对啊？是这样子。六对电子相当于那个 SP3D2 正八面体分布，赤道上四个，北极一个，南极一个，角度有可能是90度，也可能是180度。总结一下，两对直线型，一种角度180，三对三角形，一种角度120，四对正四面体，一种角度109度28分，五对三角双锥，三种角度90度、120度、180度，六对正八面体，两种角度90度、180度。我想对这些角度进行一个最简单的归纳，在常见的这些角度中，90度最小。那当然，你要是再多一点，可能比90度就小了。但是像这些呢，也就是最常见的了。最小的角度，90度也就算最小了。下边谈的问题是，在电子对构型已经知道了的情况下，落实到我们要解决的分子的构型。你现在是电子对的构型，电子对那边如果放上 B， 放上配体，这就得到分子。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配体的个数 ABN， N 是配体个数，和价层电子对数 M 一样，刚才算 M 是吧 ？M 等于2的两对 ，M 等于3三对 ，M 等于4四对 ，M 等于5 M 等于6。如果配体数和电子对的对数一样，那就一个电子对旁边放个配体就完了吧？那这样一来，分子的构型和电子对的空间构型一致，没说的哪个电对旁边都放上一个 B， 那当时你电子对空间构型什么样，分子的构型就什么样。你现在有三对电子，三个配体，好了，平面三角形。你有四对电子，本来是正四面体，你还有四个配体，一个上放一个，那这个分子的空间构型就和电子对的空间构型一样，这我们首先就解决了一大部分。M 等于 N 的，注意 N 是配体数 ，M 是电子对数 ，M 等于 N 的，判断出来电子对构型，就解决了分子构型。这个时候，各个电子对均为成键电子对，它们旁边都有一个 B， 相等嘛，都是成键电子对。
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个 n 配体的个数小于电子对数，有四对电子搁那儿正四面体分布的，但是我一共就两个配体往那一放，你总不能说这个分子构型还是正四面体了吧，那就成了个直线弯曲了吧，不论放哪儿都直线弯曲。你如果有三对电子呢，你不论放哪儿，三个配体呢，你有一个固定电子，剩下的就是三角锥。因此当配体 n 小于电子对数的时候，就要有一部分电子是成键电对，有一部分电子对是成键电对，把 b 放哪儿，那个电对就是成键电对，它的数目当然你有多少个配体放那儿，就有多少个成键电对，它小没有 n 那么大， m 减去 n 就是哪个电子对跟前没有捞到配体，它就是孤电子对，另一部分电子对成为孤电子对，它的数目等于 m 减 n。 我说配体数不可能大于电子对的对数，为什么？好像也挺简单，一共就四对电子，那五个配体往哪儿放啊？那没法成键了，不可能的事儿。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确定出孤电子对的位置，那剩下构型啊，剩下那些都是有 b 的，这个 a 和 b 搁一起，这构型什么样就清楚了。在考虑这个 ab 型 abn 型的分子或离子的构型的时候，我强调一句，只考虑中心 a 配体 b，这个轮廓画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考虑孤电子对。孤电子对有时候画的，为了说明它的作用，画的挺大，比那个 A 还大，比那个 B 还大。说哎，你这个你怎么没考虑呢？不考虑，就考虑 ABABN 型分子嘛，就考虑这个轮廓线就行了。不考虑什么电子啊、电子对啊，这个事儿弄清楚，别画了挺大一个电子对，然后你说哎呀，这个地方也得考虑，那不行。下边我们来看。如果电子对对数是三对，配体数是二 ，m 等于三 ，n 等于二，那就有一个孤电子对。这是我们已经讨论完了。如果 m 等于 n 的话，已经会算了。m 等于 n， 那只要是电子对构型出来了，分子构型就完事儿了。现在就讨论这些不等的三对电子，两个配体，有一个孤电子对。这时候什么样，它的电子对构型什么样，电子对构型跟这没关，电子对构型跟它有关，跟电子对数有关。是这个地方是什么形状？三角形。分子构型呢，你不论把这个孤电子对安在哪儿，哪块流出来，说这是孤电子对，得到的形状一样吧，怎么安都一样，只有一种方式，安完了之后得到的这个分子构型就是一个 A 两个 B， 这边实际上有一个孤对电子，你不管它画多大我们不考虑，就是 V 字形或者折线形，折线形。这是 M 等于三 ，N 等于二。再看，如果 M 等于四 ，N 等于三，有一对孤对电子。有人说你刚说 M 等于三 ，N 等于二，你要 M 三。m 等于三，你要 n 等于一呢？那就一个中心，一个配体，我们一律不考虑啊。这个呢太简单了，这个也是四对，有三个配体，有一对孤对电子。这一对孤对电子，好，先看四对，这什么形状？正四面体吧。这一对孤对电子不论往哪儿放，剩下的这个都是一个三角锥形 A， 然后三个 B， 这个叫三角锥形。叫法呢，就这么叫吧。咱们要是起个新名呢，尽管科学，尽管比它好，但是恐怕跟这个大家叫法不一样了。暂时先这么叫啊。四对。两个配体，两对孤对电子，四对就决定了电子对构型。
两个固定电子不论往哪儿放，就像我们以前说过的二氯甲烷只有一种异构体，不管往哪儿放都是 V 字形。四对电子只有一个配体，也不在讨论之列。那一个配体一个中心那样的不管，现在是六个电子对五个配体，就是这一个孤对电子到底往哪儿放，往哪儿放都一样吧，往哪儿放都一样。这个叫四角锥，四角锥就这么叫了，我还是那么说的。总结一下，三对两个配体一对孤对电子，三角形 V 字形，四对三个配体一对孤对电子，在正四面体上放上一个孤对电子之后，得到三角锥形的分子结构。四对两个配体电子对构型正四面体，分子构型 V 字形。这没有五怎么来六了呢？六五刚才讲的四角锥，原因就是为什么没提五。上边提的这四种情况，孤对电子只有一种选择，只有一种选择，在这些里边，一对孤对电子或者两对孤对电子只有一种选择，那要有两种选择，像五里边有两种选择，我们就得单独再讨论了。孤对电子的位置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选择可考虑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选择哪一种的斥力比较容易平衡，得给定出来啊。那三种你说这样我说那样，那这形状就复杂了，不行。那就得考虑斥力的大小到底和什么有关，尽量别选那斥力大的。斥力大小和什么有关呢？两个方面吧，一个是键角，键角如果小，那就会使得这两个电子对离得比较近。再一个是电子对的种类，电子对的种类是有什么种类啊？有的是孤电子对，有的是成键电子对，它们之间的斥力不一样。看键角，键角小的时候电对的距离大，斥力大，因此呢要能角度大一点儿，咱们就别选角度小一点。第二，电子对的种类角度相同的时候，孤电子对对孤电子对，我想它的斥力应该大。为什么大呢？因为孤电子对的负电集中，孤电子对就是旁边没有配体去分散它的电荷，它的负电集中，斥力最大。最小的就应该是成键电对对成键电对，它们的负电没那么集中，旁边总有一个 B 去分散它的负电荷，好，它的斥力最小。那居中的应该是什么样的排斥呢？孤对对键对，这个斥力是居中的。这样一来，角度小了不好，孤对对孤对斥力大也不好。那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在最小的角度上，如果出现了孤对对孤对，那是我们最不能采取的方式，首先要淘汰的。结论，要尽量避免具有最大斥力的孤对对孤对分布在互成九十度的方向上。这也是一开始我总结，我说常见的角度中九十度最小，所以我现在裁判规则就是孤对对孤对一定不要分布在九十度的方向上，其次就要避免孤对和键对分布在九十度的方向上。通过这两轮的评比之后，一般就得出结论了。现在看五对电子四个配体，有一对孤对电子，这一对孤对电子刚才四种情况下我没列它，刚才列的都是唯一选择的，现在这一对孤对电子可以，这叫做什么呢？分布在两个三棱锥共用的底面的一个角上，在赤道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分布在南极或者北极
位于三角锥的一个顶角上。这 A 和 B 这两种情况，我们就用刚才的裁判规则看看，在九十度的方向上分布情况，用这个对他们进行一下裁判，让他们进行比赛。孤队对孤队，我想那都应该是零吧，一共就一队孤队，那上哪儿找孤队对孤队去啊？第一轮他们两个平，第二轮找孤队对舰队，在九十度的方向上，孤队对舰队，这儿一孤队，他跟这个舰队九十度，跟这个舰队九十度，两个，这个呢，他和磁道平面上的这三个方向都是九十度，三个。其实这个第二轮比赛之后啊，就看出来了，还是这个更合适一些。要看好像这个挺规则是吧，但是呢它这个不规则，不规则到什么程度呢，连这个名啊都有点叫做什么，就是分布在这个地方，它稳定，叫做变形四面体，总之是四面体吧，意思要区别，不是正四面体，跟正四面体差挺多，也是个四面体，因为这条直线和这个平面内啊，这个三角形的三个边都是一面直线，这一面直线这两个顶点和这两个顶点，这肯定构成一个四面体，别管它什么形状，要不怎么叫变形四面体呢？记住，五对有一对孤对电子，四个配体，这四个配体构成的形状是变形四面体。复杂的是，五对电子有三个配体，那么这两对孤对电子究竟有几种方式？三种，一个是南极一个，北极一个 ，A 种。然后极上一个没有，都在赤道上。那第三种呢？极上一个。赤道上一个，啊，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这三种，好列出来，让他们进行比赛。这回孤队对孤队应该作为很重要的第一轮比赛了。九十度方向上，孤队对孤队，这没有。第二个里呢也没有，这是120度。第三个里有一个，实际第一轮这个已经淘汰了，淘汰也不要紧。咱们也继续算，第二轮，这个孤队对舰队，他跟这三个，上面这个跟这三个，有六个孤队对舰队，这个呢没那么些，这有几个呢？他和这俩，他和这俩，四个，这个咱们也算算，上边看两个，下边看一个，对吧？三个。其实一共那么些个键，下边这个就好算了，这没了，这剩两个，这剩两个啊。这里边第二轮完了，实际上已经看出来了，这个淘汰了，这个淘汰了，然后呢这个太多了也不好，中间这个是稳定的，这个 B 种情况它稳定，给它个名吧，叫什么呢？这么看，这是一横，这是一竖，叫 T 字形。这要不会英文还不好办了啊 ，T 字形。这是一竖，横过来一横一竖，就这么叫啊，要知道是怎么回事。五对有两对孤对电子 ，T 字形。下边呢这样。咱们大家随便拿出一张什么纸啊，我不是考试，大家练习练习，看看他们学了这么一会儿学明白没，如果记不住呢再翻翻书什么的，这都可以，看看这些个分子或者离子它们的几何构型什么样。我希望大家呢按这么几个步骤，把总数算一算，对数算一算，然后写出电子对的构型，非常重要，电子对的构型，然后
再写出分子或离子的构型。大家稍稍动动笔，把这六种写一下，看看怎么样。下边简单讲一下多重键的处理。我们到现在讲的还都是单键。注意这里边第六主族的元素又有点特殊了，某配体加了个括号说明，非六 A 族，这六 A 族做配体就是事儿多啊，非六 A 族的，如果某配体与中心之间有双键或三键时，怎么样呢？价层电子的对数减去一或者减去二，双键对数减一，三键对数减二。比如说这个乙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能够化成 ABN 型的这样的分子的。 A 是碳， B 一个氢两个氢另外一个 CH2， 而且 CH2 这边和中心有双键，它不是六族的，那就应该有减一的问题了。以左碳为中心讨论问题，对数四加一加二加三加四，八个，对数是四。因为有重键减去一，对数按三算，共有三个配体，那就是 M 和 N 相等的了，平面三角形，这都没什么说的。重键就这么处理。如果要是六族的，不用管，不用管，六非六族的有个减一减二的问题。如果是六族的，也不用考虑减一，也不用考虑减二，什么都不管。前面一个特殊，后边还一个特殊，考虑考虑，这俩特殊搁一起，它就不特殊了。影响键角的因素，有孤对电子的影响，因为孤对电子负电集中，它要排斥那些键对，使键角变小。比如这个我们在讲杂化的时候也提过，本来这是应该109度28分的，但是由于这个孤对电子的影响，使得这三个键对被压得往里收缩了一点，变成107度18分，就是因为这个孤对电子的排斥作用影响的。重键的影响，看这个有重键，这个重键是六族元素形成的重键，不用管，三对，四五六，第一种特殊这边不加，三对，这边形成的双键也不用减。实际怎么回事呢？如果你把这个氧成双键，你加上两个不特殊，六族有什么特殊的，加两个，六族后边也别特殊，再减一个，是不是跟不加不减一样？原因就是端基氧端基硫，一般端基啊，端基氧端基硫一般都是双键，你加两个回头再去一个，不管了，本来应该是120度吧，也不加也不减了，120度。但是由于这个双键电子云密度比较大，它就排斥这个键对，使得这边的键角氢碳氢，注意我这个地方应该写个大于号小于号，应该小于120，而这个角呢叫大于120。六族为什么这么特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上一次课讲到影响键角的因素，这实际上已经对主要理论部分作为一个补充来讲的。孤对电子对键角有影响，本来按它的价层电子对构型应该是正四面体，这样的话按理说键角应该是109度28分，但实际上氢氮氢键是107度18分，这是由于孤对电子的存在，它的负电比较集中，
使得这几个城建舰队受到的排斥作用比较大，因此舰角就小于109度28分了。又讲了重建的影响，比如甲醛，这个三角形的构型，本来舰角应该是120度，但由于碳氧之间的双键，双键的电子云密度肯定要大，它对于碳氢这两个西格玛键的成键电对的斥力比较大，所以这个键角要略大于120度，而氢碳氢这个键角略小于120度。第三个影响因素，我们想谈一下中心原子的电负性的影响。看这一个系列，氨、磷化氢、砷化氢、锑化氢，这是第五主族元素的氢化物，氮、磷、砷、锑。这个键角是一个减小的趋势，是什么因素影响的？我们看，从氨到锑化氢中心的氮、磷、砷、锑，它们的电负性依次减小，键角也依次减小。我们想看一下电负性和键角之间的相关性是怎么样产生的。现在谈的问题是配体一致，都是氢。中心的电负性大，就使得在中心和氢这个键上，公用电对、城建电对离中心相对近一些。中心电负性大的时候，看看这两个哪个是中心的电负性大的，这个是中心电负性大，电对跟这个比起来相对来说离中心近一些。离中心这一近，如果同样的角度的话，同样的角度，这个电对离中心近的时候，电对之间的距离就小，同样角度这个距离就大。距离太小了，斥力比较大，所以键角就要张开的比这边的大些才能平衡。配体一致，中心电负性大，使得这个角度张开的要大一些。中心电负性大，成键电对的斥力使键角变大，以达到平衡。因此氨里边氢氮氢键的键角大一些，而锑化氢中氢锑氢键角小些，上边那个规律就是这么来的。第四点，配体电负性的影响，它正好应该和中心电负性大小的影响相反。现在中心相同，配体的电负性大的时候，城建电对离中心相对来就远一点，离中心远一点，同样角度的时候，电对之间的距离就大一些，距离大了，斥力小，就允许这个键角稍稍小一些。哪个是配体的电负性大，哪个是配体的电负性小呢？这个是配体的电负性小，看这个电对离中心相对近，配体的电负性大，电对离中心相对较远，离配体之近。这个大的时候，这个同样角度的时候距离很远，允许它的角度小一点。结论就是电负性像从氟到氯到溴，电负性递减，因此有以下的结果。电负性最大这个，电负性最大的这个，电负性最小的这个，它这里呢由于离配体比较近，两个电对离得远，就允许键角稍稍小一些，也呈现一个规律性的
变化。整个的夹层电子对呼斥理论就讲完了。作为呼斥理论和杂化轨道理论共同的一个问题，想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一下比较，讨论讨论他们的关系，关系很密切。这一点在讲课的过程中我也提醒大家注意，我想大家大概也注意到了，有许多很关键的问题他们两者都是一致的。第一，电子对构型，两次做练习我都谈到电子对构型，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什么呢？电子对构型直接与中心的杂化方式相关联。我们学习过电子对构型，有直线型、正三角形、正四面体、三角双锥形、正八面体，它们分别对应着直线型 SP 杂化、三角形 SP 二杂化、正四面体 SP 三杂化、三角双锥 SP 三 D 杂化、正八面体 SP 三 D 二杂化。因此，我们在用夹层电子对呼斥理论讨论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了中间那部电子对的几何构型。电子对几何构型判断对了，直接就可以看出是什么样的杂化。第二点，我们讲过等性杂化，它如果体现在呼斥理论中，就属于那种电子对的对数 m 与配体的个数 n 相等那个类型的。如果 m 和 n 相等，用呼斥理论判断 m n 相等，到杂化轨道理论中肯定是等性杂化。因此我们说等性杂化和 m 等于 n 在夹层电子对呼斥理论中，这个理论和这个理论中，他们俩是等同的。在等性杂化中，由分子构型就可以直接看出杂化方式。第一个问题我们不是谈得从电子对构型来判断吗？但是等性杂化中可以由分子构型直接看出杂化，原因就是在等性杂化中分子构型和电子对构型一致。这是我们讲完电子对构型之后落实到分子构型时的第一个问题， M 等于 N 直接电子对构型分子构型一致。不等性杂化体现在呼斥理论中，属于夹层电子对的对数 M 大于配体的个数 N， 属于这个类型的。因此不等性杂化和 M 大于 N 在两种理论中它们两个是等同的。不等性杂化分子构型和杂化就没有直接联系了，水 V 字形，那你很难说这个 V 字形啊是 SP2 啊还是 SP3 呢，很难说了。你就还是用夹层电子对呼斥理论判断一下它的电子对构型是什么，一看正四面体 SP3 杂化，然后由于有两对孤对电子，所以造成了是 V 字形。因此在不等性杂化中分子构型和杂化方式没有直接联系，关键是电子对构型与杂化方式直接对应。第三点我要谈的，杂化轨道理论中谈到杂化轨道中的单电子，有单电子杂化轨道中成西格玛键，成键的时候这个电对就是夹层电子对呼斥理论中的成键电对。因此西格玛键跟成键电对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成键电对和西格玛键。未参加杂化的那样的电子与
重建的形成有关二氧化碳 P 方向 Y 方向各有一个没参加杂化的轨道中各有一个电子，它们和两边的氧在 Y 方向 Z 方向不同的角度两个方向上都成双键，那是个派键，一个派键一个西格玛键，乙烯是怎么样的，乙炔是怎么样的，都是未参加杂化的那个轨道那个电子成的双键。另外一点，重键我们讲过对键角有影响，孤对电子对键角有影响，在两种理论中也是一致的。下面我们来判断一下分子和离子的几何构型，要求指出价层电子对总数对数电子对构型，看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分子或离子的构型，这个要比力5.1增加一个项目，因为我们已经讲完了杂化轨道理论，要指出中心原子的杂化方式，大家用3分钟到5分钟时间把这四个小题做一下。看一下水和氢离子，这个电子总数6+1×3(-1)=8，对数4，电子对构型正四面体，大家一起说说结论我看就行吧。分子构型三角锥，杂化什么杂化，就对应这个电子对构型 SP3 等性不等性，不等性，四对三个配体啊，要把等性不等性也说明白。二硫化碳总数中心是4，加上两个配体的是0×2=4，对数是2，电子对构型直线型，分子构型直线型，两个配体两对，杂化方式，杂化方式是什么 ？SP 等性杂化，硫酸根总数6+0×4+2=8，电子对数4，电子对构型正四面体，分子构型、离子构型正四面体，杂化方式 SP3 等性不等性？等性。四氟化硫总数6+1×4=10，对数5，电子对构型三角双锥，分子构型变形四面体，啊，这些事儿的计数，五对什么样，然后四个配体是什么样啊，这一定要计数。杂化方式呢 ？SP3D 不等性杂化。杂化轨道理论和价层电子对呼斥理论这两个比较重要的章节都讲完了，他们两个的互相联系也讲完了。